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1月23号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大医院站20:13闯八幺四，有列车要进站了。右边是开往北投的西山八行，左边是开往大安的136次。C301型高压电系统，刚刚我是连列车在台大医院站停到。刚好我要搭到大安了。开启车门，谢谢哥哥，安全了，拜拜。开往大安的 C301型0050006编组。134开往大安站，高压系统刚刚完成检测，在台大医院站，准备关闭车门，关闭车门就这样，拜拜。